早上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，当我们与你众席的时候，再次让我们说，基督你是我们的满足，有你就够了，我们没有什么我们要追求的。主啊，当我们在你里面，你在我们里面，谢谢主与我们众席。我们想要在一天的会议突然间呢，是因为想要你的休息的分钟，我们在当当中点酒，拍拍欢喜，托给我们导师，就是正人的听堂，所以正人的教养，那恁也是上面的会精选，以这个时间来带大会的主持，这福音、属灵、圣灵继续不断向前迈进，祝福你，给你咱无数的鼓励，那不能将高温，不能将压力，不能将压力。来感谢你，因为正人中间，伫正目者中间，你特别拣选，特别的任务要交给伊，无感谢你，但是伊拣选伊，你要赐予伊所需要的困难，你要赐予伊所需要的智慧、聪明，最搁较重要就是相信伊来面带伊，因为伊要真多高龄期正老岁的一个领导者，感谢。